曾经20岁到30岁的时候，努力创造并巩固一个生活舒适圈，也算小有所成吧。然而心中有一微小的声音渐渐地变大，生命就是这样了吗？还有当年做梦的能力吗？还有将梦想实践的勇气吗？总觉得人生只能好好的活一次，不想带着遗憾离开啊。若是还有梦想没有实践，那是多么的可惜与遗憾啊。Dreamers into doers。